弹幕老师有人说我是故意的，哎，我其实很少拿预言家在就是沉底位归票点四狼的。其实我真的觉得二号玩家都不太能做成狼了，因为他能盘出那个东西。但是我当时视野比较清晰了，因为四号、五号、十二号一定是狼，十号玩家我井上就觉得十号玩家像狼，且八号玩家打了十号，所以我那个位置其实已经精确给出了四五十十二了。然后这个东西是因为我发言没有任何问题，我个人认为我发言没有问题。就你比如说像十号玩家徐元宇，他说了我发言哪有问题，我去跟他说了，我说你看这个东西，就是。我验了十二查杀嘛，所以十一十二来讲，三号给对的身份我就能报三号嘛，对吧？但是其他人没有说出我有什么问题，所以当别人不说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这个东西不太好弄。然后这盘之所以这么多人站错边，其实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王成龙他那个操作确实是有用啊。我们大家这个在看比赛时候生气，确实也是生气，但是不得不说狼人的这个操作，他确实是。应该是第一次，这个东西就特别像有一次我在那个潘达，不是潘达，是高赖上面，我接了安琪的一个查杀，我直接认狼，然后最后反而是预言家出局了，这个就是因为有狼混的板子可以这么玩啊，但是所以这一局也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人气榜最后一分钟，我们现在第二名，掉到第二名了，掉到第二名了，大家快速送人气票，能送的都快送，谢谢梦梦，谢谢小鲸鱼，我们很多人都是就差一万多啊，很谢谢用户三四二，谢谢月仔，我们不要让我们这个所有努力都白费，就最后一分钟了，最后两分钟，谢谢大家，我先把人气票谢了，谢谢陌生，谢谢月仔啊，谢谢大家的人气票，谢谢黄子红凡啊，是那个啊，谢谢节节猫。谢谢 EVE34 的这个人气票，直播间没有牌子的观众朋友，我希望大家可以帮忙点一张人气票啊，卡卡牌子。最后一分钟了啊，谢谢大家，我们就是谢谢丸子的人气票，我们不要让这个之前所有的观众都努力都白费了啊。然后谢谢大家的人气票，谢谢 Suki 的人气票啊，谢谢苏铁人票，谢谢 RG 的人气票，谢谢陀飞轮的人气票，谢谢陀飞轮的人气票。我们最后还有第一名了，谢谢 Lydia 的人气票，谢谢 Lydia 的人气票，谢谢奇奇怪怪的人气票。守卡了，弹幕老师们。谢谢糖糖小猫的人气票啊，谢谢一颗甜豆的人气票，谢谢爱水水的人气票，谢谢爱甜食的兔兔的人气票，谢谢 LY 的人气票，谢谢千雪的人气票，谢谢小玲珑的人气票。谢谢大家的人气票，我们最后还有掉下来了，掉下来了。谢谢山楂娃的人气票，谢谢山楂娃人气票，谢谢慕斯邦的乔的人气票，谢谢四四的人气票，谢谢爱吃鱼的尼尼玛人气票，谢谢小城的人气票，谢谢罗西西的人气票，谢谢大家啊！然后我们谢谢碧落的人气票，谢谢。一只鱼酱的人气票，谢谢娜娜的人气票。我们现在是不是解榜了？解榜了，解榜了。我们第几？看一下，第二，差了一点点。坏了，被人偷塔了。可惜，可惜啊，可惜，可惜。但是还是感谢今天大家送的很多人气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这个可惜了，可惜了，我们第二啊，就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是这样，我觉得有些观众朋友们也不用去冷嘲热讽，说什么我们不配第一啊什么这个京城大师赛也不是说必须得好人才能赢啊，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说这种话。换一个正常的别的比赛，我都不会这么玩，就是因为是这样才会。而且说实话，我不是帮徐元宇说话，我觉得你们只喷十一号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道理，因为首先十一号是唯一井下给我投票让我拿到警徽的。然后你们这盘站错边的好人千千万，为什么只喷十一呢？我想问问啊，因为他没有开毒吗？因为他毒不毒人已经不重要了，我出局狼人已经可以拍刀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一局任何一个站错边的好人都要承担责任，或者是我承担责任，或者就是你们说我预言家发言不好，但我认为我预言家发言一点毛病没有，那好人站错边了，所有好人都有责任。
他开不开读都是输啊，他开不开读都输了呀。我没懂为什么这盘好人，我们现在可以复盘了嘛，对吧？谢谢木字旁的乔的抖音号。这盘好人战错边，我们正常来聊。这盘好人的战错边纯被王成龙打到心态了，就是纯是王成龙打到心态，他们就会认为王成龙他就一定是混子，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你上次叫王成龙的时候是骂我的时候，你叫王宝宝好不好？王哥，我就说王哥，这盘他们站错边就是被王哥操作了。所以我觉得所有站错边的好人都有问题啊。真的，我是真的觉得，我这波压手怎么说？压手特别特别拉低局面。哎，好好。我觉得你们可以喷十一不太毒，但其他站错边的好人也不能隐身。怎么隐身呢？我先出去一下好了，要复盘了是吧？我先出去了。我不。确实是，我觉得这盘的好人不能隐身，因为我发现不是，因为他们找不出我身为预言家发言哪怕哪有问题的点，就这个我们可以交流。你比如说我的警徽流不好，或者我对于哪张牌定义没定义准，我是打错哪张好人了，我是没有聊明白。我甚至帮他们去想办法站对边，我说圈就是这盘想站对边，你们就通过圈圈是狼，就能站对边。这个我觉得好人没有人能隐身啊，这盘好人。来个需要复盘镜头给我吧。我最后一句说啥？我最后一句说什么了？我的意思是，所有好人站错边的都值得被喷啊！这盘。不太懂。老大，你让他复盘帮我签个名。你真是人啊，签个名你让复盘。啊，那你就让一号复盘，我给你签。Okay. 你给我个一千。那就一号先复盘呗。等会儿给我镜头，谢谢。好，不好意思啊，肯定站错边是自己的问题，然后会回去再复盘研究研究，尤其是在这个收官站站错是特别不应该的，但是确实也是吃了这个。王宝的心态，王宝这一票压手，觉得我的视野里确实五十二不像见面，五十二如果见面的话，十二号不给五号投票，好像是一点收益都没有，他都不给他狼队友去冲支撑一票，而且是三号去起跳了白痴，确实就没认真沉底，就没再好好听歪哥的发言，啊，肯定是自己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沉底确实五号和歪哥发言。就雪儿和歪哥发言都很好，还是自己吃了那个，总结了一下，因为我现在是，当下总结了一下，可能还是吃了十二号王宝那个心态啊，已经听出他一定不是白痴了，然后最后三号起到白痴，觉得他可能是混子七是狼人，狼再给狼混丢查查，盘了一个其实就是反心态嘛，二层的逻辑，肯定还是自己的问题，还是应该沉底多听发言，去听预言家的视角啊，其实歪哥沉底已经点了四个狼了，这个没有站队。肯定是自己的问题啊！之后吃了还，我自己觉得是吃了，还是吃了十二的心态。我觉得如果十二是五的狼头曼，他不至于警徽票一票都不投给五。尤其十一井下回头，我觉得十一很像好人，所以我觉得是，哎不，还是自己菜了。不好意思啊，各位大木老师们啊，之后会那个努力站边，好吧？我可以过了吗？我可以过了吗？我们人气票打完了不？你站对了，你不用说。哎呀，差了一点点。差一点点。陈明俊，给陈明俊聊，给陈明俊聊，然后李斯聊。其实确实是很可惜，井上觉得五不太像，但是最后真的是也是吃了心态，想因为。十二压手，十一是一定会投给七的，因为十二接了七的查杀，
那他就按理来说十一会觉得十二把票投给五嘛，那十二压手七是一定拿警徽的。我也没有想到说狼人敢让歪哥预言家拿警徽，但基本上单边，然后想十二如果是狼人为什么不给自己的狼队友来一票然后再拼发言，因为混子的板子拿了警徽以后骗一票就赢了，确实也没有想到他会压手，当时都在思考七是狼十二是混还是七是混十二是狼，都在思考这个了，思考了一下不太可能是混子狼，第二天才觉得那个确实是难，然后这把确实也是十二压手，这一波确实挺厉害的，就肯定思考不到五十二是俩狼，应该的应该的，没了差不多这样吧，没思考着，下回出现同样情况就能思考着了嘛，是不是？那行了，女巫复盘吧。那十一号。那个站错边了，确实是站错边了，被这个狼队格式打得确实很优秀，我自己也比较菜。然后好多人问我为啥亚毒是这样的，夜里也没站对边，夜里也觉得五是预言家，七是狼，然后就觉得如果站边五的情况下就不能开毒嘛，万一读错了外置位的平民，人家夜里转刀民了，那我也不能读，所以夜里还站五的边儿就没开毒，确实是比较菜啊，夜里都没回头。但是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吧，刚才诅咒看完我的操作，他跟我说他五月份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吧，他现在觉得自己又行了，所以就是大家往好了想，回来就能回来吗？大家往好了想，诅咒五月份就回来了啊，然后就过了。张浩家站错了，然后作为一个白痴没头跳白痴的那个人，然后回去好好反省，好好反省，然后吃个饭补充一下能量。雨欣兔兔大军晚上再来一把。好，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新人大赛第13季星河漫游的最后一天的比赛了，我们今天是我们的决战之日啊，然后今天我们结束之后呢，第13军的冠军就会诞生了，期待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见证。本次比赛是由泛狼冠名赞助播出的，泛狼是品狼人杀在家也能玩面杀，版型随心配，欢乐多一倍，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来搜索泛狼的关键字来下载泛狼 APP 跟我们一起玩狼人杀，同时呢也期待大家可以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同时帮我们多多点赞。第二局我们将在1000万赞为各位开启上帝视角，各位大老师现在就可以开始点赞了。第二局的版型是魔幻对决啊，然后如果对于版型的技能规则不是很清楚的，各位大老师可以到我们的超话互动社区找到我们发布的关于我们魔幻对决版型的规则帖，同时呢对于节目有什么样好的意见和建议，对于版型投稿等等等等这相关的这些事情都可以到我们的超话里面发帖，有很多大老师都在超话里边驻扎集结啊，然后会第一时间为各位来解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时呢也期待大家都可以来在饭狼里边跟我们一起玩玩狼人杀，下载好之后通过答题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锁所有的版型模式，就可以跟我们一起玩狼人杀了。1000万赞开上帝视角，各位大老师开始点赞吧。来第二局魔幻对决，各位玩家请确认自己的身份底牌。王哥现在是本冠军了吗？我想问问，还有操作的空间吗？有空间。五四三二一，天黑请闭眼。来得快了，魔术师请睁眼，魔术师请行动，落下一万年的约定，大树下的你红色围巾，手心里捧的魔术师确认请闭眼，哭了笑了狼术师请睁眼，狼术师请行动，如果有一次错过不敢牵起你的手，我会多么寂寞等待红线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狼术师请确认，你说好就是永远不会，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份同伴，狼叔叔的号码为狼人请商量战术，决定击杀目标。是心里捧的雨，哭了笑了，除了你还是你。我们如果有一次错过，不敢牵起你的手。如果没有如果，等到红线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时间停止那一场雨，牵手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如果可以茫茫人海千年一眼相遇，月光下转身，那就是你。小光上号码为了，而且确认。狼人确认，请闭眼。女巫请睁眼。经验，刚好玩家被击杀，使用解药器给出手势，使用毒药器给出号码。女巫确认，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指认。这个小人正是狼人，他的身份是。预言家确认，请闭眼。猎人请睁眼。请确认你的精神状态。猎人炫起闭眼，所有玩家请整理表情。三、二、一，天亮了。现在是上警环节，上警玩家请亮起面前红灯。本局游戏上警玩家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六号、七号、八号、九号、十号、十一号，共有两名玩家在井下，五号和十二号。随即由七号玩家开始发言，八号玩家做好发言准备。谢谢投石啊，谢谢小花卷爱榴莲，谢谢卢卡斯，谢谢车车，谢谢楚楚的，还有谢谢卢卡斯的投石。哎，差不多了啊，祝贺那个王哥得这个冠军啊，提前祝贺啊。也不一定，因为那个圈圈好像也有机会啊，也有机会，但是没有了，又去井下了，嘿，又拿狼了，真厉害，嘿，又赢了这把，太强了，王哥，五号也在井下，谁是倒霉预言家？我看看这盘，反正我不是啊，我好人，第一个发言，随便答的，也没有说打死了十二号一定是狼，然后井下看投票吧，好吧，我第一个发言就聊这么多吧，希望这盘好人能够站对边吧，好吧，我过了。七号玩家最爱大事收到了车车投来的大团圆留言，说辛苦了，收官快乐，下一季见，感谢车车送给七号玩家的大团圆，谢谢谢谢车车。同时七号玩家看一下啊，收到了小花卷爱榴莲投来的大团圆留言，说愿歪哥幸福开心，愿小花卷幸福开心，愿所有支持喜爱过歪哥的人开心啊，谢谢小花卷，谢谢小花卷，谢谢，感谢。八号玩家请发言。嗯，谢谢麦麦，谢谢 Lucas，谢谢楚楚，谢谢青野，谢谢 Chloe。八，想一想，一二三的景会柳啊，验的六是查杀。其实，哎呀，这个咋说呢？本来晚上验人的时候已经在上一把的狼队里选了，选着选着突然觉得很久很久没验六了，感觉也许验不出狼来。你看这事闹的，也可能被，但我而且我觉得狼叔是不太会验六，那个换六，因为六估计不太能吃手验，所以六应该就是查杀吧。可能是六号玩家跟我起跳吧，也没关系，你还好。然后前缀的七说谁是倒霉预言家，确实是在下，但是再倒霉又能怎么样呢？上本你已经八票出局了，我最惨不过九票吗？那怎么样吧？
仅下52，不投给我直接歪楼啊，我会歪楼的，好吧，我话先说在这儿，我话先说在这儿，我会歪楼的。然后别的就没啥了，前置位的七给不了吧，不给了，严谨一点。然后警徽流就123好吗，就123，如果没有人跟我一号，就123吧，好吧，没有人跟我起跳就是12，好吧，多的也没了，然后就这样吧，我过来。九号，你请发言。感谢投石啊，谢谢小咩，谢谢开心姐，谢谢 Qlatino， 谢谢 Good Luck， 谢谢是圆月也是呆呆呀、啊，感谢芝芝英啊，谢谢楚楚，谢谢海皮，谢谢 EU， 谢谢文盲，谢谢你们。八号还行吧，但是好羡慕你们能发出这样的言啊，什么谁是倒霉预言家，我愿意当那个倒霉预言家，你们的倒霉是我心中遥不可及的梦，给我拿个预言家我都可以投我自己，没有用，拿不到，能站对边就行，什么几票出局的。八号开牌确实也拧了带身份，但已经起跳了，也不用再分享了吧。然后我是观察到六号接的查杀以后跟五号相视一笑，原因是什么，就是好奇嘛，就是好奇，所以基于这个那个反馈来说，觉得六号可能是有点像狼，但是没有听过独立发言对比发言肯定也先不站边儿，然后我是好人我就过了。十号呢请发言。俊，你想没想过那些预言家倒霉的原因是因为有你，你是倒霉，选点。谢谢轩轩，谢谢 Lucas， 谢谢十八将，谢谢楚楚，谢谢小戴，谢谢 Lucas， 谢谢 Vices。那个我觉得八发言挺像的，但是刚刚是你是在演还是怎么样了？因为我感觉你上井上的很慢，我都感觉你不想上井，你这个上井登上的很慢，你是怕被查杀到还是怎么回事？因为你无论是预言家还是悍跳，你都已经想好了你要上井发这个言了，对不对？怎么会上井这么慢呢？不是很明白。好吧，那个王哥，我那个晚上想喝麦卡伦，我已经开始提前点了，然后看看吧。我觉得52不像双好人，我觉得最次有平票 PK， 最多是有平票 PK， 我觉得52不像是双好人在井下，好吧。然后那个听听六的发言，因为八号玩家还就是你很难开出没有人跟你对跳这件事儿。如果六是狼，就算别人不跳，六也会跳；如果六不是狼，如果没人对跳的话，六号玩家就极大可能性被大家盘出来是被换掉的好人。所以我觉得没人对跳这个事儿不太会发生，好吧？别的没有了，那个听听发言吧，过了。十号玩家反水收到了 YSIS 投来的大团圆留言，说情感主播刘反水第13季收官快乐，这一季大小师赛辛苦了，感谢陪伴，今天也要玩得开心啊，感谢 YSIS 送给十号玩家的大团圆，谢谢。十一号玩家请发言。我觉得跟九的关系可能不大，跟我关系肯定大呀，如果有倒霉预言家的话，先跟预言家说一声啊，这把又有我又有我，虽然我不是女巫，但肯定还是很倒霉啊，还是个好人。上马唯一一个运气好的事是什么呢？在井下被安排了投票给七，不然我警徽票都是投错的。感谢十二号玩家，就是接的这个查杀，搞得我还投对票了。本来警徽票都投不对啊，本来从头到尾都是站错了。这把肯定得上井呀、啊，怕自己在井下再投错票了。我听八的发言挺想站八的，但是请注意我的发言，我说的是挺想的，我肯定还会对比后置位的跟他的对跳，我只是现在听八的发言我觉得挺好的吧，挺轻松的，然后我自己是个好人，希望这把能站对边吧，好人能赢吧，过了。一号的请发言。我谢个投石啊，谢谢毛毛大王，谢谢凌空，谢谢童丹，谢谢画纸，然后谢谢陈林418，谢谢猫爸，谢谢楚楚，谢谢石颗星，谢谢卡卡，谢谢才子，谢谢哈萨，谢谢机械肖亚辉，谢谢燕七，谢谢你们的投石啊。我认为八号比较加分点是在于他，至少我听他发言不是冲着搏杀六号去的，他在说六号查杀的时候他还在刘景辉留123啊，他还在防守123里面有没有人可能起跳预言家，所以这个视野我觉得是加分的点。但是听了他一个人的发言，肯定不可能完全一定站边嘛，对吧？肯定还是要对比一下的。但是我觉得他前置位123这锦湖流，以及他没有对六有这个就搏杀去的，我觉得这个
是加分的点。然后后面其实九号没有太听出来，但我觉得十还行啊，我觉得十的听感上我觉得还可以，所以他打九嘛，所以我觉得九可能有可能是前置位会出狼的吧。然后十一的话确实打个 X 没有听出来，因为我是好人嘛，然后我前刚后放一下好不好。然后目前的话我觉得八是有面的，因为我觉得他加分点是在于他并不是冲着搏杀预言家去的，所以也不会去盘什么井上多郎的格局，然后他对52的对话我觉得也还可以好吧。谁说的？前面十说的一个52里面肯定有狼是吧，所以我觉得十还，所以我觉得十还可以吧，听感上还不错，我也觉得52里面应该是大概率会有狼的。看一下这个格局吧，我过了。一号玩家长男收到了燕七投来的大团圆留言，说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一路走来辛苦了，感谢燕七送给一号玩家的大团圆。谢谢燕七。二号玩家请发言。感谢小蔡的投食，感谢 HelloGo 的投食，感谢不吃薯片的投食，感谢 Lucas 的投食，感谢菜园子的投食，感谢 Melons 的投食，感谢楚楚的投食。我提出，就是我目前为止只听过八号玩家一个人发言嘛，我提出看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困惑，是八号玩家说六号玩家应该没有换过，这个板子一般验到金水有可能会考虑到有没有可能他被狼术士换了，但他是个查杀，就比如说他自己是一张狼术士，他不管怎么换他底牌都得是一张狼人牌，所以我个人感觉当时你在研究六号玩家有没有被换过那个，就在我至少这一轮听起来我是觉得有点填充的，因为这个板子只有验到金水才会考虑它有没有可能是个假金水，但如果验出来是个查杀，那大概率就是一张狼，好吧？除非说狼术师把自己跟六号玩家换了啊。然后目前为止的话，听一下后者的发言，这是我当时自己一个小小的困惑。但是刚刚就听一下后者的发言嘛，别的也就没啥了，我就过了。三号玩家请发言。谢谢楚楚的投食，后面就剩四跟六了，是吧？我觉得六号玩家应该是个原地起跳吧，然后前置位八号玩家发言的位置比较靠前嘛，所以给六发查杀，现在后面也没有预言家跳，所以我觉得八号玩家力度还行嘛。但是我没完全想通，如果你是预言家，狼在打什么格式？因为所有人都站边你，那六号玩家还要在末置位原地起跳的话，我想狼很难玩，对吧？五号玩家跟十二号玩家，用八号玩家的话说，他们如果是六号玩家的同伴，他们只能投给六了，也不会投给八或者倒钩你。所以我觉得格式很怪，因为九跟十一，我听你们发言啊，我觉得你们心里跟我想的可能差不多，可能差不多，就是我们之间可能会有一点共情，对吧？反正先站着八，好像他是，反正先站着，就我们三把。就是上一把这个好人的共情，所以我单独听我是觉得十号玩家发言会有一点点奇怪啊。虽然我觉得可能八是预言家，我觉得如果九十十一里面硬要我挑一张狼，我可能会挑十号玩家，因为十号玩家是我一点了，他说他觉得五跟十二号里面是一定有一个好人一个狼人的，好像是有过这么一句话。然后一号玩家是保了十号玩家，大概是这么一个格式，好吧？所以那狼总得出来吧。那六号玩家一会儿原地起跳预言家，八号玩家是真预言家，我不知道六号玩家能发出多好的言呀，是吧？那一会儿听六原地干吧，或者四号玩家是那个起跳的预言家，好吧？别的也没了，大家井上一起谢谢投石，一起说哎呀上吧怎么样，我好希望自己是预言家什么。好了，说白了反正就是他查杀的，我先站着呗，站着总不会错，大概就是这么意思，好吧？六号玩家信誓旦旦，我听听四号玩家的意见吧。二五十二，十二号玩家还是狼呀，狼人不上井就是狼，好吧？过了。三号玩家李斯收到了李斯的全体比心兔兔大军投来的大团圆留言，说勇敢丝丝不怕困难，兔兔军团勇往直前，掌门出征寸草不生，惜败 PK 包赢比赛啊！感谢李斯的全体比心兔兔大军。谢谢四号玩家请发言。很羡慕有比心兔兔大军，希望我们家可以组织一个嘉年华大军，好吗？我确实也是可以的。我今天听跟陈明俊打 PK， 听到陈明俊说大家要是有星星的点点星星，没星星的都点点嘉年华，我觉得非常受用啊！感谢楚楚、卡卡和卢卡斯的投石。那个，
我前置觉得一号玩家，我认为我没觉得一号玩家一定是好人，因为一号玩家对十号玩家的那个定义，十号玩家是什么你就听一会儿大家的站边，如果十号玩家比如说我们站的是八，十号玩家站的八，那就可以先不打他嘛，如果我们去站的六，然后十号玩家去站的八号玩家，那就打十号玩家为狼嘛，但我觉得你对十的那个定义说，哎，很想认为他是好人，又有可能就好像有点轴，还或者是我可能没听懂您的意思或者是什么啊，就是井上，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 你懂吗，就比如说我在你前置，我说这个九，哎，好人，哎，有点像狼，你我就会觉得这个发言有点拧巴，然后我自己是个好人，然后那个决赛的舞台上肯定是要有一场六八的对跳嘛，对吧，那就精彩的开始你的起跳，并且你是在末置位给足六号玩家压力，因为末置位起跳，我对八号玩家的一点质疑是八号玩家说六查杀，六号玩家是我觉得六号玩家一般是不会被换到的，这个我并不赞同，我只能说因为如果我是六号玩家的队友我肯定会换他，我不说百分百吧，我晚上我肯定会你们这几个人里面我先换一下，对吧，不是说六号玩家没有换过，就直接盘他是就是查杀或者怎么样的啊，可能那我听一下六号玩家的起跳吧，好吧，其他的我觉得发言内容没什么问题，嗯，然后包括跟七号玩家对话什么什么的那些都没什么问题，我好人啊，一会儿给编过掉。六号玩家请发言。我咽了四十个金水啊，但你这发言听的怎么有点不像真金水啊，真的魔术狼叔是在之前换的呀，他换之前也不知道我是他队友的了，我是狼叔叔，我更不可能换我自己啊！我又不会觉得我会吃烟，如果我是狼人牌，等会儿再说。谢谢头，谢谢车车，谢谢楚楚，谢谢白茶，谢谢三十二下大雨，谢谢 KK， 谢谢端端，谢谢卢卡，谢谢卢卡，谢谢秋秋，谢谢 Chloe 啊，谢谢那个需要阳光的地下城居民啊，谢谢大家，谢谢头石。哦，验四星是，其实我是奔着好人验的，我当我也想过验狼，我奔好人验就是他不是好像有机会拿冠军吗？对啊，我觉得对于我验他应该站边会容易一点，然后验出来是狼的话他有可能起跳嘛，但我可能就不会聊这一套心路历程了，然后我自己警徽就想打一下三号玩家，因为三号玩家好像是因为前置位很多人去站边了吧，所以他是跟着风的想去站边八号玩家，我自己没觉得他很像好人，然后剩下那一张想验一下十一，我觉得你有些紧张，你的发言有点表演痕迹，我不是说你真的发言上有多么的像狼，或者我也没觉得，我是觉得你的表演痕迹比较重，然后我金水四号玩家好像是点了一下一，我本来想验一，但是你到那个位置你说你要前高后放，我听到，我明确听到了，那我等会儿去看你，等会儿站边呗，我如果能拿到警徽警下再说，然后我说一下五号跟十二号啊，我不确定你们底警下是什么，因为好像十号玩家一号玩家都给出了警下可能要出狼，我也觉得可能会出狼，因为五十二，但是如果你们出狼，你们选择了去给八号玩家冲锋，我先说一下，我是不会搂你们啊，甭管我拿不到警，我不会搂你们。他要搂是他的事情嘛，我不会搂你们，因为没有意义，我觉得，因为我今天只要把八号玩家出掉了之后呢，你又不要撒毒，我就拜托就一件事儿，就不要撒毒，所以我觉得我搂不需要搂魔术师，然后其他还有什么能聊的，二号玩家反正警上是不站边，偏向于不站边八的，所以二可能是好人，然后九号玩家好像是有点想站边八的，但是你的发言呢前半部分关于聊那个预言家那一段，就是我想成为那个倒霉那一段，我觉得还是对我来说有一些小报酬的成分的，至少所以井上你单听一轮发言没有觉得你很像八的同伴，只是我自己单听啊，然后十号玩家其实你打八的点我听懂了，但是那不是什么正常的点啊，那不会出现啊，我是狼我会自己跳嘛，那边是狼就也会在跳啊，他只这么一说而已，就是你把那个点就当成了逻辑去打他没有特别认真，但无所谓，我验了四十金水，四号玩家可以去定义你的身份吗，他可以去定义，我不说一定能定准，但是反正我觉得他比我听你可能还准一点，至少上盘我没抓到你，所以我就验个三验个十一，然后五号玩家十二号玩家里面是好人，麻烦给我投一下票好吧，过了。六号玩家 KS 收到了车车投来的大团圆留言说辛苦了，收官快乐，下一季见，同时六号玩家 KS 收到了需要阳光的地下城居民投来的大团圆留言说他拇指不长 PUBG 的待宰羔羊，他电飞的狼免费洗头本领高强，他好人的王如沐春风要把功名藏，他歌厅的黄我们地下城的小太阳啊，感谢需要阳光的地下城居民，谢谢牛逼，谢谢。井上发言结束，退水自爆环节，五四三二一，原来警上玩家一号、六号、八号，请警上玩家戴盔做好投票准备。请从168当中选出本就系警长。三、二、一，请出票。五号、十二号投票给六号，六号玩家两票当选警长，其他玩家请来蓝灯。
其他玩家请到蓝灯。作为双死死亡顺序不分先后，一号、九号倒牌，一号玩家请发表决。我是女巫啊，我中刀了，然后确实也没有敏人，然后开盲毒嘛，我就想着不想读那个就是有冠军争夺战的那个席位的人，然后就读了对面的陈明俊，反正读错了的话就先道个歉，因为是盲读，确实也没有敏。编的话我更偏向于我刚在井上嘛，我刚在井上我更偏向于八一点，其实井上我就说过了，我觉得八那个是挺加分的，六查杀一二三井会流，说明他根本就没想着六要跟他起跳，他还在想后置位如果一二三里有人对跳的话他会怎么去验，所以其实我已经脱口而出我说我很想站边八了，但是我肯定是要保有后置位的一点点容忍嘛。然后六号玩家的警徽流是三号，怎么说呢，三打了十，我在那个位置保了十，你定义三有可能是狼的话稍微聊一聊十，我仔细在听冰冰的发言，聊了九，然后前置位聊单拎没有聊十，怎么三就是很像狼了呢，我听三也比较像狼，但是我听三像狼就是因为他跟我的定义十不一样，我其实觉得十打了九，我井上我是女巫，我读了九，我当然希望九是个狼了，对吧？所以我井上其实是有说法的，有说法，但这个板子我没有选择井上跳，因为我还在幻想有没有可能魔术师或者狼师动了我，或者这种操作我还能活下来，但是没有活下来的话，一九双死，说明没有在我这边操作啊，所以我就觉得冰冰从逻辑上可能不太能站边你，因为你确实在你的视野里你点了三号像狼。但是没有点十对十的定义，因为三井上明确是打了十的，而且三其实前置位也跟一有也定义了一号嘛，所以跟我的定义不一样，是前置位的牌，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怎么说呢，可能就不太好吧，所以目前点狼坑可能是那只能是五六五号十二号老师对你们要求是肯定是比较高的嘛，所以我目前的狼坑肯定是五六十二，然后的话外置位的话。因为你确实是投给六的呀，对吧？我站边八，我点个五六十二，没啥问题吧？所以九有可能是读错的，有可能是读错的。反正我希望，我也不说我一百分之百能站对，上轮刚站错的。但是我目前站边的是八号，我觉得八至少有个七八成啊，我觉得很像。我就别的没有了，过了。一号玩家预言结束，所有发动技能五四三二一。九号玩家请发表预言。还好啊，我是好人，但是吃毒了也还行，因为我本来标记的一八双狼，一号是女巫，所以肯定是至少错了一个嘛，所以肯定是吃毒了也还行，然后肯定会参考一号的意见嘛，但是确实六八也没有分太清楚，但对六的唯一一个质疑是他说验三又要验十一，三号发言明确保了九和十一，他说九和十一发言至少观感上来说我能共情你们，所以我觉得你们是好人。那你三十一是怎么得出的警徽流？然后如果偏向八号的话，二号警上的发言就很像狼，因为他打有点强打。他说：“你说没，你如果验出金水，你可以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假金水；验出查杀的话，不用，这不是能验出假金水就一定能验出假查杀吗？因为要么就是验到一个狼是真假金水，要么就是验到一个好人假查杀，必须换过才存在这种情况嘛。所以为啥八号验到查杀可以不思考这个事儿？”他就不太像，所以这个我是井上没听懂。然后六号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就是井会流的质疑。目前站边我也是确实是不知道，确实也没有听出来，因为八号也是井上第一个发言。然后我自己是一张平民啊，也无伤大雅，也还行，我是平民。然后其他就没啥了，我目前也教不太出站边，没更新过，我自己是个平民，我就气了啊！感谢个投石啊，感谢克洛伊，感谢卢卡斯，谢谢你们，拜拜。小号加一言结束，说发动技能五四三二。一九号呢，请离场，请警长组织发言顺序：警左或警右，五号或七号。七号呢，请发言。女巫走了，现在女巫中刀，也不说一声啊，也不打个招呼，你被砍了，你倒说一声，这啥意思？他也没走，你随便说个，你读了谁？万一能够骗一个呢，对吧？没太理解，然后六八我没分清啊，然后四号打了一嘛，对吧？四号其实井上明显打了一号，四号打了一号，我觉得四号玩家就不太像狼，因为四号玩家如果是狼，他卡了一号，为什么要在那个位置打一号呢？对吧？
所以六号玩家给四号玩家发金水，我觉得就是现在稍微觉得一点，我觉得不太像骗四，因为他说那个四号玩家那个希望他能反正夺冠那个东西，我觉得有可能不是太像骗四啊，所以这是我没有分清的点，但是我犹豫的点是，如果六号玩家跟四号玩家同身份，十二号也投给六，那十二号只有可能是倒过了，所以十二号我觉得这当然也没有听过发言嘛，对吧？然后八号人家说外者，就是因为五和十二都这个都投六了，然后八号人家说可能会外置位。首先我认为外置位已经很难了，嗯，而且我认为好像也不用非得出什么大狼，因为女巫走了，出大狼的意义就不大了，就是出那个狼术师的意义就不太大了。然后我就认为你就出六就完了，因为出十二很难出。你看上一把我想出十二就出不去，确实有点难。或者你外楼五也行啊，外楼五也行，就反正我觉得如果信六那就出八，信八就出六吧，我觉得也不用外置位出。然后我觉得四号玩家是好人，我井上听四号玩家是好人，其他位置再看看吧，其他位置就不太好说了。我第一个发言就能说这么多吧，你们再分析分析。我的目标是，没有站边，行吗？没了，我确实不知道，第一个反应确实不知道该站谁，然后看看八号出谁吧，过了。八号再请发言。谢谢小鸡腿儿，谢谢芝芝音，想过难打，没有想过那么难打。七都不交战边，那后缀我先发言吧。那这先说归票，那就投六吧，因为女巫走了。六号玩家说井上不用归大狼，这个板子可以让女巫压毒，但是如果有机会归出大狼，肯定还是归出大狼啊。首先归了大狼魔术师是不是更好操作啊？其次是归了大狼，那我们无法确定归出去的是不是大狼，但是起跳的位置大概率不能是大狼，对吧？所以在我的视角里，我觉得还是归大狼会更好。但是现在女巫已经走了，我就归六了，好吧？因为首先这件事情是今天能不能投出去六，而不是大狼的事情。我偏向，因为七号玩家发言，四号玩家就只能是好人。其实井上，我还原一下我的视角，因为现在一死了，井上如果我有 PK 发言的话，我可能会验一，然后看四号玩家投票。因为井上我没有听证十号一定是好人，因为十号玩家井上打我两个点，第一点说上井快慢，首先我最后上井了就 OK 了吧。我的使命我完成了就 OK 了，你甭管我什么时候上。第二个点，你没太认真听我发言，我的发言说如果123那边没人跳，我的警徽流就是12，我没说，从来没说过全场没人起跳，这是我的整个发言。所以我当时没觉得10一定是好人，一给了10好人身份，我警上最想验的是一。4打1的时候我觉得4像好人，但是因为6跟4的对话我觉得有一点过。6号玩家说他验了你是金水让你更好站边，这句话我真的觉得有点过，所以我对4的底牌会有质疑。但是7发完言你就不太能是狼，因为如果狼坑是4 5 6 12， 7不太会保错你嘛，对吧？如果说狼是5 6 7 12，你也是外置位的好人。所以我希望4号玩家在那位置也不太能给骚玩家太大压力，但我希望你这把能站对边去站我的边去投六号，好吗？因为你现在大概率只能是末置位最后一张好人牌，因为五号玩家是上匪票的，十二号玩家你们两个我暂时认为你们大概率很大概率都是狼，对吧？然后再解释一下井上对我的质疑。二号玩家你的点九号已经说过了，我还是没太听懂为什么验出查杀我不去盘他。我的原话是六号玩家在我的印象里我觉得比较少吃验，我认为他比较少吃验，那是不是狼术师换他的概率就比较小？除非他自己是狼术师，那他会不会换自己呢？这是两件事吧。那他有可能是假查杀，前几天嘴大不就接的假查杀吗？你那天好像不在是吧？然后三号玩家说井上没看懂狼队的格式，都站边我六要怎么办？你们发现一个共性吗？井上所有的牌除了说八很像以外，后面都跟了一个但是，每个人都跟了一句但是啊，是有铁站边我吗？井下52都是投票给六的，有但是这件事吗？而且我的底牌是，你看我的底牌是狼人，你很难盘52有倒钩，因为这个板子我给六查杀了就已经是准备拉开阵仗打了。那52如果是底下的两个好人，我就算再搏杀后置位的预言家，他们也不会给我投票的，所以格局上我给六发查杀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们可以从这个
角度去思考。我现在外坠先不打，我就打五六十二三个狼，四号是末坠的好人，我希望能投对票，然后好人对我的质疑我都回应过了，先投六。十号的请发言。我的目标是不被打春天这一把，那还能有啥高尚的目标呢？我还指望赢啊。我站边粉红小猪。七号玩家我不觉得是好人，七号玩家说嗨，谁是倒霉预言家？怎么你是好人预言家就不倒霉？起码你能投对票，他就有一个人投对票就不是预言家的问题。什么叫倒霉狼队？叉叉小嘴巴有点小零食啊。然后那个，我觉得六夜四的心路历程不对，因为最后是我们三个最后摘的亏，最后带的亏。六号玩家对四号玩家说夜里见，然后你天亮起来说嗨，我奔着你好人宴的，怎么可能？而且你说我是上一把你唯一没有抓到的狼，对吧？上把狼队，感受比较好，对不对？那你不应该验我吗？你验四个嘛，没毛病吧？而且三号李生，你这给你点个彩耳，我说五十二，最多我说五十二开不出两张好人，我说咱们好人最好的情况是有一轮平票，我是这个发言，我没有说他们俩一个好人一个狼。咋办的干干怎么呢？全完了，全完了，没好人了都。我要投六，哎，我肯定要投六的。这原因说完了可以吧？因为那个他入夜之前跟四号说夜里见，天亮了说四他更能定准我的身份，那他为什么不厌我？但是牛屎了，我活下来了，很开心很开心。那个我要站边粉红小猪，好吧？那个我站边八，我就谁都不打，我就只打五六十二，好吧？别的没了，过了。十一号的请发言。虽然女巫站边了八，但我井上的第一反应是想站边六的，所以我选择再听一听。六号玩家，我觉得你有一点聊的没太得我心，虽然我想站边你啊。我觉得有点奇怪的是，你说十你交给四去定义，但是四其实已经定义过一次了，他对三说你别着急打十，是吧？四号玩家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跟三号玩家说你别着急打十，那话里话外不就是保了十吗？而你暂时先别打十，你人家怎么样的一会儿可以怎么样嘛？那你那句其实让我觉得没有很满意。井下的话确实八这位置能发出来言就是打五六七十二，他甚至没打死这张棋，但七号玩家说不站边，然后说十二是倒钩狼，也太让人心动了吧！十二号玩家也太让人心动了，我太想看看十二号玩家是狼了。但我感觉十二是狼，不能第一把都弃票了，第二把还倒钩吧？所以就还肯定还得着重去听一下五十二的发言。然后井上二号玩家发言确实没太听懂，刚才谁聊了一下，二号玩家说六的底牌验出来是狼，就只能是狼。说查杀一定是查杀，可能会有假金水，但是关键是外置位的一个狼是有可能拿自己的身份牌去跟他换的，那一换那个查杀不就套他头上？虽然现在是六十原地起跳，但你当时说那个的时候我确实没听懂，我还跟十二号玩家对视了一下，但感觉十二号玩家根本也不是很在乎你说的是啥，我就只能自己一个人默默的在想这话是啥意思。我再听一听后置位发言吧，因为战八的话大概率你四号玩家是好人，那我肯定作为好人我要参考一下四号玩家的意见嘛，也以及三号玩家吧，好吧。我觉得九出去是好人，为啥呢？因为他吃赤瓶毒也太开心了吗？我真的很少能见到说很少，就是在那一刻我也能共情他的点是感觉要是我吃了这瓶毒也不会太难过，因为六八对跳太难分了，所以如果我是他吃了这瓶毒也不会太难过。嗯，但我觉得这不是好事儿，能在场上多玩玩，自己努力站站边。我不能有这种想法，我不能做一个鸵鸟。过了，我是好人。十二号的十八人。我不知道为什么站边有那么难，没那么难，我是魔术师啊。然后狼是那个三五七八嘛，然后那个我身份是为十号玩家跳的，因为你说七十狼嘛，对吧？你自己能看清自己的底牌不是魔术师，对吧？然后那个，等一下。因为我肯定是要跳啊，因为七十狼我跳不跳都一样，晚上我就去跟他变嘛，对吧？第二天谁活着胜者为王嘛，好吧。然后那个为什么我说五十狼，因为我没想到五投给了六，但是不重要，好吧。因为其实等会儿
因为六说了他一定会归八嘛，七也说了今天就是六八的轮次，对吧？没问题，那么我们就那个六八里面投一下。五号你发言就说你认为的魔术师是谁啊？当然你可以自己跳一个，对吧？因为我觉得警推落后神牌也要阳光，因为我们是可以追轮次的，因为我们一进一出是差两个啊，我没有必要藏着的意思是因为七已经点我了，点了从警上点到我警下，好吧，然后就这么弄一下，然后我们就进去变嘛，对吧？然后我给你们交个实底啊，你们杀六一定能杀死我，不动六，好吧，我就在我和狼里面换，有本事你们就知道，好吧。至于三为什么是狼，你就像十号玩家，你看你跟三号玩家有战边压力吗？完全没有呀，三号玩家面带微笑，就是快点投票好吧。啊，别的我不多说什么了，因为我现在我跳魔术师点这个狼坑，然后他们等会也有可能会去变票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因为我后面的局势我没有办法去预测，但是那个今天肯定是六八的轮次，我们先定一下。而且就像二号玩家说的那些东西，其实那些东西都是虚构的，对吧？因为狼队的格式你永远不知道，换没换谁你永远不知道，对吧？你只要听六跟八的发言，你说的那些东西都是在填充你发言的东西，对吧？现在就是六跟八跳了，你甭管魔术师换没换，狼术师换没换，六跟八里面有个狼，你还是得听发言，对不对？你至于什么换没换是第二天的事情，就是那个狼术师有没有换警徽流，魔术师有没有换警徽流，如果第一天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精髓你可以拍，对吧？就是那么回事。别的我为什么要跳啊，我说的很清楚了啊，我也不想跟七号玩家在那边用嘴巴去说，对吧？我们就晚上用技能甩好吧。30秒。别的没有了，我会投八的。然后六号玩家你动完警徽流，然后我个人意见呢，八出局了，那个猎人等会儿如果我操作那个你能开枪，你就在三五七里面换啊，三五七里面带。那如果你没有出局，那么他们就基本上也就交牌了，好吧？因为我们现在是那个叫什么，我们现在是那个什么，我觉得我们那个神那个九如果是猎人呢，我们就也别玩了。所以我过了。二号的请发言。我目前为止我可能会觉得刚刚更像一点。首先是井上的那个东西，其实我说到一半我自己也反应过来，因为我没有过就是比如说有假查查这种情况，但是我后面分析了一下，可以有魔术师换了六，然后把自己跟六号完全好人牌换了，所以你那个点是对的。其次是现在如果说站边六的话，四就是好人，如果不站边六的话，其实如果不站边六的话，四也大概率是场上的好人，因为没有人攻击过四，所以我个人觉得当时八号玩家在对话四那一点，除非是打心态，但我觉得八号玩家对话四那一点其实是蛮灵魂的啊。然后还有一点是，我觉得我目前为止我觉得52要不然是上对票的好人，如果开倒钩狼也很难。为什么？因为首先是八号玩家他作为一张狼，比如说五和十二里面开他的狼队友已经选择已经给六号玩家预言家精准扣到了这个查杀，六号玩家属于原地干拔，这个力度上来说八号玩家已经很高了。其次是井上基本上一圈发言员过来都是想占边八的，我个人觉得52里面如果开八的狼队友其实没有必要去勾的，除非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52是两个五觉得12那个可以去冲，那个12觉得5可以去冲，结果两个人都勾了，但我觉得这种情况很小很小，所以我就觉得52里面可能很难产8号玩家的倒勾狼啊，然后很难产8号玩家的狼队友去倒勾6号玩家，因为井上的大分项再加上8号玩家的力度其实是可以把6号玩家就是推出去的，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觉得这一轮也没有听出12号玩家，但是我不是魔术师，但是我可能会觉得12在提前攻打7吧，我没有觉得7号玩家这一轮特别像匪徒啊，所以我觉得刚刚的这轮发言没有什么问题，包括他对定义4那一段啊，我觉得挺深入我心的。然后我觉得52就算开也开不了倒钩狼啊，我觉得如果开狼也只能是冲锋的，然后别的信息我就没了。我就听一下后几位发言，我过了。三号在其他人5672，我魔术师啊，这狼真的有点横啊，就跳在桌子上打，但是我不跳也没办法了，没啥意义，对吧？我不跳狼也找得到我，就是
不知道，不知道，就是我先跳出来告诉你们，十二号玩家是狼，十二号玩家狼，六号玩家狼，五号玩家跟十二号玩家一起投票给六的，六号玩家悍跳，七号玩家在那里说什么十二号玩家是什么倒钩狼啊什么，反正哎，反正无所谓。七号玩家一会儿会投票，对吧？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好吧？我也不藏着掖着，我是个魔术师，你们要找我，我不跳也找得到，跳了还不如跳出来给好人真正视角，是吧？十二号玩家，我晚上反正晚上不是六号玩家，你如果一会儿外搂十二，我能跟你投，好吧？一会儿你外搂十二，我能跟你投，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在这个位置，我说我是魔术师，我们今天一起把十二投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带动你们票，我。后面全是狼，后面光光光三个狼，就除了四号玩家，或者你们一会儿听四号玩家归个票，行不行？四号玩家是六号玩家金水，是被七号玩家保的好人，对吧？他的发言应该是有那个，如果四号玩家一会儿说我们订票投十二，那我们就跟四号玩家一起投，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说的话，对吧？有四号玩家一会儿也说，那我们也还是按照轮次六八里面投，那我实在我这个票掰不过来呀，对吧？我票实在掰不过来，好吧？那就逻辑上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八号玩家起来给六号玩家报了查杀，五跟十二两个投给他，他现在挑了我的身份，那我这个边还能站出？这不就狼人杀一点零，就四个狼站在桌子上打。第一天女巫读了个好人，对吧？我不知道有没有那种扭转乾坤的那个能力，但我至少我这把边不会站错了，好吧？哟，十二号玩家，你怎么有点心虚吧？有点怕被外搂了，是不是？是不是？好吧？四号玩家。你不能是狼吧？七号玩家保了你，不能是狼吧？我觉得得是五六七，五六七十啊。如果四号玩家是狼，七号玩家是好人，那我就有点没办法了，对吧？因为七在那位置保了四，我觉得八号玩家那个逻辑是对的，四号玩家应该是个正反的好人。啊，那别的还说啥呢？站边大家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跳出来就是告诉你们，十二号玩家是狼，所以八号玩家是预言家，对吧？我怕你们一会儿四个狼一起画一冲，有一个好人站错边了，那就赢不了，对吧？别的还有啥呢？没有了呀，就这样吧。今天就四号玩家，如果能一会儿说投十二，我们就投十二，好吧？够了。四号玩家请发言。哦，补一个感谢小鸡腿的投十。哎，怎么八把十二号玩家能跳你身份呢？怎么跟上把一模一样哦？那么吧，但我也没觉我，但我确实不觉得十二号玩家是魔术师哦。那发言啊的，那个又没混子的板子，又做成混子了，跳成。你要按简单来说，他们两个就是狼人，我觉得，因为这里做了三个狼，只不过是六八置换的问题。然后看表面的票型呢，肯定是五号玩家跟十二号玩家是冲票的。但是因为你们不要加入我的视角，因为我本人对我来说呢，狼人杀在叫什么，就是逻辑之外。就是大家都没聊爆啊，肯定是不能说一个人聊爆了，那是没办法。在聊爆之外，他肯定是充满人性的。但是这本来就是个赛点，如果六号玩家这么需要我这票，他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在这个点上给我发这，就是这个金水，我认为他肯定是很需要我这一票，对吧？不然他不会在这个时候给我发的。那么我很难认为八号在就是如果不听外主的发言，我是很难认为八号玩家是本局的预言家的，这是我的想法。啊，然后我会站边六的啊，在这个位置上，但是我很难说服自己的是，我认为五十二里有狼人，那为什么六号玩他们给六号玩家投票，六号玩家还是啊，就是他分为罗，如果你要说从外置位找狼，那你不是说预言家听独立发言吗？对吧？你要按外置位找狼，你们那儿全是好人，这里都是狼，对吧？没毛病吧？听发言也是这样，这个都不是分都分不清的呀，都还在听一下，好像是八，好像是六，好像是八，好像肯定是都是好人，他们都是狼。简单点，他们都是冲锋本局游戏的预言家为八号玩家啊。但是如果你觉得他们在打花板子的，就是六，那我可能加层了一层六号玩家跟我对话，我会认为六更像一点，就是这样。然后，但至于十二号玩家，我不认为他是魔术师，这是我可以跟好人说的，好吗？然后。他是狼人，他末置位就会说服所有的人告诉你轮次在六八，我在这里归十二，只有底牌是魔术师的人会去投，我个人这样觉得。我说这里归十二号玩家，然后如果六号玩家一会儿去归八，八今天说的轮次是六，你们会投那个吗？我觉得可以投十二号玩家，好吧，我在这里说，过掉。五号玩家请发言。可以啊，你要是定死了的 OK 的呀，
就一会儿后面聊聊轮子，我 OK 的呀。然后谢谢甲鱼的投食，谢谢楚楚的投食，谢谢米米的投食，谢谢黄金鹅窝，谢谢齐月，谢谢 Lucas， 谢谢清破的投食，谢谢。然后那个你说五十二里面有狼，可以有狼啊，他呀，因为他不是打我是狼嘛，然后现在有人跟他对跳魔术师，那就十二号玩家是吗？然后其实井下听完十二的发言，怎么从十二的发言去找预言家就比较简单。十二号玩家如果是好人，他是魔术师，三是那个狼，那很简单，十二号玩家投给了六嘛。虽然他说我是倒钩狼，但至少他也投给了六。那十二号玩家就为魔术师，六号玩家就为那张真的预言家。那如果十二号玩家为狼人的话，因为本局一号是女巫吃刀了，他读了一个九号牌，六号玩家是拿到警徽的。十二号玩家如果为狼人，像三号玩家你说的，因为你现在说你是魔术师，你觉得十二跳了你的身份，你现在想要站边八，那你点的狼坑是五六七十二。如果五六七十二是四狼，六号玩家已经拿到警徽了，本局场上只活着十个人，他只需要一票，他就可以把八号玩家推出局了。那么为什么十二号玩家作为他的狼队友要跳一张魔术师的身份呢？他跳了魔术师的身份，外坠的魔术师是不是一定会去站边八？那他们这一票要谁的票？外坠的魔术师比如说是你三，甚至一会儿四号玩家跳了魔术师，那就没有人会去站边六了。所以他在跳魔术师不要外坠的魔术师的票，那不就是把六号玩家的票往外打吗？六号玩家如果为狼，他只需要多一票，八号玩家就可以出局了。所以十二号玩家在井下给六投完票去跳魔术师，他为狼就不能做六号玩家的狼队友。而前置位已经有人说了十二号玩家是倒钩狼，是七号玩家说的，七的发言就是保了四号打了十二号，然后十二号玩家井下跳了一张魔术师去站边八号，去站边六号玩家，所以十二的操作是在把魔术师的票往谁那打呢？那通过十二的发言和他的行为，我现在觉得十二号玩家是狼，我觉得三可能是真的魔术师，但是如果三位魔术师你要去思考这个点，你的票会不会打飞。然后那如果因为如果四号玩家在这个位置想占六，我觉得四是好人的话，七其实在前置位保四是做了好事的，但至于到底本局七号玩家为什么身份，需要一号六号玩家去定义一下。那我觉得八号玩家像狼，我觉得十二是狼，至于毒掉的九这个是未知的，这是纯 X 啊，在我的视角里纯 X， 因为十一号玩家至少在那个位置给了九身份好身份，所以我可能觉得九号玩家会偏好一些。然后二在那个位置听完十二的发言，觉得十二不是魔术师，但是你没有深刻去盘正反两面的逻辑，那他是狼他在干嘛，他能做六的狼队友吗？所以我觉得二井下发言也不是很好。然后包括十号玩家吧，因为十听完发言就硬要打狼坑是五六七十二，也没有别的思考量，所以可能这个是我认为的位置。然后听六号玩家归票吧，过了。五号玩家耿雪收到了黄金鹅窝和全体鹅窝投来的大团圆留言，说黄金鹅窝及全体鹅窝祝 JY 宇宙可摘星辰，祝大师赛再回十万家，祝星河大团圆。感谢黄金鹅窝和全体鹅窝，谢谢。六号玩家请发言。我应该会印象二号玩家吧，井上没觉得你很像狼是因为你不站八的边，但其实你当时的站边理其实我是不太认可的，但我不会井上点你，太底下你选择回头去站边八号玩家的话，我就只能把你留到我的警徽流。然后十二三，你说谁一定是魔术师？我好像听四五都说三更像，但我其实不会在这位置说一定 点死，因为十二号他毕竟给我上了票，轮次呢我也不会就是定到十二的头上。然后呢，其实八号玩家已经明确了，你们站边八号玩家，八号玩家是明确说投我，他是明确说的投我，哪怕其实四号玩家、三号玩家都说可以投十二。但我觉得今天的轮次我不希望外面有任何一票分在十二的头上，他可以是狼啊，可以是狼，然后狼可以打得很花的板，但我就希望大家今天就是你不站边我就投我六，你站边我就投八。然后四号玩家呢，就是我可以是狼的，我是真的可以是狼在骗你，我得跟你说，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必须得用逻辑上的东西去站边，游戏内容上的去站边，因为我如果是个狼我就说哎，我以前不怎么骗你，我这次骗一下你，你错了你怎么办呢，对吧？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被发言骗了，你被场上的逻辑骗了，你是可以去复盘去提高的。但是你说因为我好像比较少骗你，我这时候很需要你一票你就帮我投，那你如果错了的话你会比较懊恼的啊。然后我是觉得你该怎么投怎么投。然后我觉得狼啊，我是觉得除了八好像是悍跳之外，然后三十二是保底出一个，对吧？保底出一个，我理论上我还想什么罗汉跳不是不可能，比如说你们四十一七这位置还有罗汉都有可能，我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说得很死，不会说得很死。但是呢，现在是九号玩家被一张女巫堵出去了，场上其实在所有人的发言阶段没有人说九号玩家是一个狼出去的，我也不能乐观的说场上只有三个狼，我当四个狼去打，
所以这基本上就大家就不太能投坐票。然后呢，我自己听戚浩然其实发言的意思，一开始听着想沾边我的，说我不骗四，没骗四，然后后面又说要搂五，要搂十二，又想去沾边八了。所以戚浩然身份其实我给不了，你说让我给不了，我只能看戚浩然票型。戚浩然如果当时投我，那七就是狼，然后七十二可以是两个狼打板子的那种，好吧？然后我就把 YJ 的二号牌给验了。所以十十一打我的那个点，十号牌说是敏人，那都我没敏啊。就是你说我在敏人，我只是看着你们跟你们聊天，说的玩玩的，没有说真的敏出来你们是啥东西。然后十号牌说的那个点，我是说四号牌已经定义时了，可是十号牌仅上是一轮发言，没有两轮发言，这个能懂吗？然后其他就没啥说的，我就验一下二号玩家，看一下二到底是啥，然后出一下八过了。四号玩家发言结束，各位玩家请带盔做好投票准备。警长请归票，警长归票，八号各位玩家请做好投票准备。三二一，请出票。二号投给六号，三号投给八号，四号投给八号，五号投给八号，六号投给八号，七号投给六号，八号投给六号，十号投给六号，十一号投给六号，十二号投给八号，投票结束。八号玩家五点五票出局，请发表遗言。哎，谁是四加一？我想一想，四三四三十二是罗汉跳的两个魔术师，那只能四号玩家是好人了吧？三号玩家这票是不可能点在我头上的吧？逻辑上，后面没有任何打动你的点吧？那你要是魔术师，这票就太惊艳了一点，这太夸张了。所以应该是三五六十二吧，那就是三五六十二。罗汉跳了魔术师，那就很难打。四号玩家觉得，这确实不太好弄。六号玩家莫志伟不是什么也都没发吗？也等于找狼了嘛？验个二，七不知道，但连十都没打呀，对不啦？那应该就是三五六十二，三五六十二。第一天读了好人也没办法，还能赢吗？ Magic 在哪里？搞一下魔术师神通广大，幻死两狼带领我们好翻牌。别的逻辑上东西也没有很多可以聊的了，我觉得我井下真的能给大家讲的东西已经蛮诚恳了。还好这次没有人分票十二，我觉得分票十二就很夸张。十二和五的发言不是很夸张吗？十二发言打的狼坑是三五，哎，怎么玩？三五七八，太离谱了！这种研发出来，你不觉得太离谱了吗？五号玩家说，井下因为十二号，他们只需要一票，十二的发言有可能把魔术师的票打走。首先，你们有没有可能不需要票啊？你们找到魔术师就能拍刀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没拿到魔术师的票，是不是可以拿外桌的票啊？五号玩家的发言怎么回事呢？别的也没啥了，五十二是我们七八的同伴，怎么会倒钩呢？我井上已经扣杀了预言家，有什么倒钩的必要啊？怎么可能呢？对吧？别的就没啥了。那就这样吧，恭迎本场出局的第二个预言家。过八号玩家预言结束，受发动技能，五四三二一，天黑请闭眼。魔术师请睁眼，魔术师请行动。总有一些话来不及说了，总有一个人是心口的朱砂，想起那些话那些沙眼泪落下，只留一句你现在好吗？如果爱忘了，泪不想落下，那些幸福啊，让它替我到达。我来吧，化作了沉默的代价。
师劝请闭眼。狼术师请睁眼。狼术师请行动。狼术师劝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选择击杀目标。刚刚上课满位，老师请确认。狼人确认，请闭眼。做完家整理表情，三二一，天亮了。作业十一号玩家倒牌，游戏结束，狼人阵营绑票获胜。七号。他十一十二换了之后自刀了。谁是猎人？谁是猎人吗？谁是猎人？啊，那我们找到。我没发。王总的发言不是很猛的。他们看到一个猎人说：“我们只要砍死一个。”你肯定是狼，你肯定是狼。你撕的那这么坚定的战斗。砍死一个都绑票。我必须得晚上去。你肯定会考虑。我晚上必须得去。他不能换自己，你还只能换。我不能换自己，我只能。我觉得你们可能会砍圈圈，因为你们骗了圈圈，然后可能会砍。对不起，对不起，这没办法。应该的，应该的，我可以，就我没点。我以为你是魔术师，发现我就想一会儿让他帮我挑猎人了。你是猎人吗？我是猎人。好，给各位大魔老师来复下盘。本集游戏魔幻对决版型，预言家八号，女巫一号，猎人十号，魔术师七号，狼术师十二号，狼人三号，五号，六号，平民二号，四号，九号，十一号。首页魔术师、狼术师空过，狼人击杀一号女巫，女巫毒杀九号平民，依旧伤死。预言家当夜验证六号玩家为狼人身份。上警环节，六号悍跳狼获得警徽。第一天白天，八号预言家被扛推出局。入夜，魔术师更换四号平民和五号狼人的位置。狼术师更换11号平民和12号狼术师的位置，狼人击杀12号实际11号平民中刀，游戏结束，狼人阵营绑票获胜。好，各位正在收看到的是京城大赛第13集星河漫游，本节目由